旧的已经有五个，啊，在这个猪教上面大概公平定位，对啊，但现在要这个阶段要去定这个二十个，到底在这上面哪里，这个可以配合，看看可以定得出来位置啊，定位这个事情，就像王老师这边可以定得出来嘛，就是因为现在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那个。还没开，就是现代的状况，冰架上面没有跳会上去的，他要不要给我们开？要不要自己要帮忙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啊？那么后续大概我相信大概居民他也很想了解，我们也很想了解，因为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压力在，大家可以帮忙吧。就叫这一部分现在的时程到怎么样？啊，我们调查这些东西在这个冰架上面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好不好？没有事，就是谢谢您提出来。现在右边的那个图就是那个现在的那个都市计划图，然后上面标的位置就是跟都市计划图的关系。对，就是那些标的黑色的是。就是我们这次要选的点。那五栋那个。三角形是历史建筑，已经登录为历史建筑。然后圆形的就是这一次的二十的。有没有人有意见？
见，那再见，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先到这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因为是这样比较完善啊。好，今天。